接着，我们开始说人的眼睛，正常的眼睛，然后怎么样去调整，然后你生病呢会怎么样？正常的眼睛看远物的时候，水晶体会变得比较瘦长，这时候焦距比较长，它适合看远物。这个我们在前面教过了，我们在前面教过了，东西如果离得太远，成像太前面，可以怎么办？第一，缩短，可是你的眼睛不会像橡皮一样可以变长或变短，所以这一招对你的眼相机可以，那个镜头伸长，你的眼睛不会等等等等的这样伸缩伸缩的，所以这个对你的眼睛而言不可能。所以第二个方法就是让东西靠近一点，可是你在看东西的时候，东在那边，你没办法这样靠近一点，所以这个通常也不行。那所以你就怎么办？就动自己，增加焦距，增加焦距，就要增加焦距。所以呢，我们说，如果正常眼睛看远物的时候，焦距会变得比较长，这时候就适合看远的东西。反之，如果看近物的时候，焦距就变得比较肥厚，水晶体变得比较肥厚，焦距变得比较短，这时候看近物。我们前面也教过了，东西如果太近，成像太后面怎么办？增加第一个增加距离，把那个荧幕向后退，你的眼睛没有办法变长，所以不可能。那么就把东西拿远一点，有的时候可以，很多时候不可以，所以就是那一招叫做缩短焦距。所以呢，水晶体变肥厚，焦距比较短，适合看近物，这样近物。不管我怎么调，不管我是变肥一点还是变平一点，反正我的目的都是要怎样？我的目的就是要成像落在哪里？视网膜上。好，我们看远物变瘦长，你要记得看远物适合变瘦长，那时候适合看远物。然后呢，或者是看近物要适合变得比较肥短、比较肥厚，然后那时候适合看近物。但是不管如何调，都是为了要让成像落在视网膜上。就是正常人可以东调西调，大家都能够落在视网膜上看清楚东西，但是有人就不行了。有人看远的东西的时候，他没办法调，对吧？怎么样都是成像太前面，所以只剩下一招了。刚才那一招就是把东西怎么样拿近一点，让成像后面一点才看得见。这样我们就叫这种人就叫做近视眼，这种叫近视眼。啊，就是刚刚讲过了，把东物距缩短，把它缩回来，叫近视眼。只比较适合看近物的叫做近视眼。反之，他再怎么看近物的时候，他也调不回来了，没有办法变短了，调不回来了，所以看近怎么样都不会清楚，就是要把东西拿远才能看得清楚。这种叫做远视眼，啊，叫远视眼，远视眼。所以刚才讲过，增加物距要拿远，要增加物距要拿远，这种叫做近视眼跟远视眼。远视眼就是只能够看清楚远的东西，近的东西看不清楚，原因眼球太短，所以对你的眼球而言，成像太后面，所以你要把它拿远，只要把它移前面，或者是你的水晶体区域过小，就是很平。看近物的时候应该要缩短，距离要变大，焦距要缩短，等你缩不回来了，没办法变短了，所以呢，就是你的焦距呢太长了，所以成像都在视网膜的后面。那我们讲过嘛，东西越靠近透镜，成像越远离，所以呢，你的成像太后面，就把东西要拿远，当然成像离前面一点才落在视网膜上，所以呢，这样说远视眼的形成原因。那么因此我们讲过要焦距要变长，然后才能够适合看远物，才会落下清楚的成像。那你现在呢好了，我不是我刚才按的时候跳到按错格子，所以跳到别的地方去了。
啊，从这个调焦的说明啊，你可以知道说要比较瘦长，焦距比较长，比较适合看远物啊。所以呢，看近物就是比较会太短，所以成像太后面。因此你是成像太后面，成像太后面，你太晚汇聚了，太晚汇聚了，所以我要帮助你汇聚，所以呢，我要用凸透镜治疗。你的成像太后面，应该在前面就要成像，就你成像在后面，所以表示你汇聚太晚，所以我要找一个凸透镜帮助你汇聚，帮助你汇聚啊，帮助你汇聚，所以远视眼要带凸透镜来治疗，你都要带凸透镜来治疗。反过来，这远视眼的图上面就是那个远视眼，它的成像太后面，它的成像太后面，所以呢，我要带一个凸透镜帮助它汇聚，它早一点落在视网膜上，所以带凸透镜矫治。近视眼倒过来，只适合看近物，不适合看远物，原因眼球太长，别人正常，你比别人长，所以你就落在前面，你就落在你的成像在前面，或者是你的曲率过大，你觉得太肥厚，所以焦距太短，焦距短只适合看近物，但是呢，所以远物都看不清楚，只成像了在视网膜的前方啊，因此你就知道，刚才讲过了，太短就适合，短就适合看近物嘛。所以太短了，所以就适合看近物，远了就看不清楚。你的成像太前面，你的成像太前面，所以你汇聚太早了。人家在后面才汇聚，你在前面就汇聚了，汇聚太少。所以我要带个凹透镜，先把你散掉一下，让你晚一点汇聚。所以成像太早，汇聚太早，太前面，所以我要带凹透镜治疗。所以我要带凹透镜来治疗。OK， 所以。远视眼要戴凸透镜，近视眼要戴凹透镜，这是考试考这个，大家如何治疗，这样啊。啊，近视眼的图上面就是成像太前面，成像太前面，你的曲率过大或眼球太长，所以成像太前面。所以要移近之后才会落，它才会后退，才会落在视网膜上，所以适合看近物。但表示你太早汇聚，所以要带凹透镜来治疗。所以下面带个凹透镜来治疗你，这叫做近视眼。还有一种眼叫老花眼，老花眼的原因跟远视很类似。我讲过了，人老了，什么东西都会松弛掉，所以人老了，我们那个水晶体也松弛了，松弛变得比较平。变得比较平，就是焦距比较长，比较适合看远物，所以老花眼就是都是拿的比较远一点才看得到，啊，它比较适合看远物。那因为人老化的关系，自然的下垂啊，造成的结果。啊，那我有近视眼，那我老了以后得老花眼会不会平衡过来？答案叫不会。你可能会度数少一点，但是你非常可能会既近视又老花，就是近的也看不见了，远的也。看不见，对啊，然后要戴多焦点镜片，一边看远，一边看近的，一边看远。OK， 好，来练习实物，如图所示，运行看远物的时候，这个叫这个东西是成像太前还是成像太后啊？他得的是近视眼还是远视眼啊？他应该要带什么东西来矫正一下啊？停车站借问。啊，停车站借问，他应该要如何矫正呢？九号。他得了傻眼。来。放大。再放大就变成全部他脸。不会这样啊，放大，再放大，放大。到。啊，你选 A， 你选 A， 你坐。它的成像太前面，东西要移近才会成像，才会到后面才会，所以它要的近视眼，要移近，要近视眼，近视眼然后太早汇聚，
应该视网膜才不应该太早汇聚了，所以要先把它发散一下，所以要凹后镜来矫正，凹后镜来矫正。OK， 有人有问题吧？好，请写课堂练习。